我是陶乐斯，就我上次不是有在冲浪周记，然后就是滑到奥赛，是有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我九月中受伤之后这两个月的复健，主要是做什么治疗嘛？对，然后呢，那时候有预告说我这次会上一部片，跟大家分享说我的复健第二个月，医生建议我开始运动的时候，我都做了什么样运动。然后呢，上片的这一天呢，刚好是我生日，所以呢，我上个月中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就是既然要开始复健练一些肌肉回来啊，然后就想顺便就是瘦身一下，因为那个九月中刚受伤的那个月完全没有运动，就觉得很恐怖。对，然后我这个月我就给自己一个28天的复健 cross 减肥大作战。对，所以后面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我这28天的运动跟饮食全记录。对，然后在开始看我做什么之前啊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 InBody。 对，第一张呢是我10月23号的时候去测的，然后一开始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希望可以瘦5公斤在4周之内，然后体脂想要减个5%，我有点痴人说梦，因为5%一个月真的太难了。对，然后我这一个月下来，果不其然，我的体脂呢只有少2.5%。对啊，我的体脂肪就从25.6%。降到23.1%，然后体重呢，就原本想要瘦5公斤，可是只瘦3点多，不到4公斤。对啊，可这样平均一周也瘦了快1公斤，其实好像也还不赖啦。然后我就想把这些运动都记录下来，那我后面呢就是用简短的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其中呢，因为游泳的部分就是不方便到游泳池去录，所以呢我是用之前在我们台大体育馆游泳池录的那个救生的那两集。对，然后里面有拍到一小段就是我身体蝶泳示意图的概念。对，就是代表是我游泳的部分，至于游了哪些我会在另外文字说明。那健身的部分呢，我基本上每一种都做3组，然后每一组就是8下或10下。然后吃的部分其实我大部分都是自己简单料理，然后少部分就是在外面吃，或是从外面买回来的话我会标蓝色的字，那其他白色的字就是都自己煮的。对，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看看我这28天都做了什么运动跟吃了什么吧。
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这28天每天做的运动跟吃的什么东西。对，然后简单聊一下这次的心路历程好了，因为其实陶乐斯很多年前有花过9个月的时间，那时候瘦了10公斤，可是那时候 tempo 就慢慢的就是平均一个月就在瘦个1公斤左右，但是因为也是没有短时间的压力，所以你知道心理上不会有这么大负担，就偶尔还是可以吃吃炸鸡啊，什么麦当劳、盐酥鸡那一类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像这次短的，因为给自己这28天压力啊，真的心理上很痛苦。我真的不夸张哦，我第一天晚上睡觉，我就梦到我的冰箱打开都是巧克力跟蛋糕。我就想，天哪，我才第一天呢，我就已经会梦到这些东西，那接下来27天怎么办？所以后来我就去买了1条3颗的金沙，然后供奉在我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，然后接下来27天就每天看着它，想结束后就可以吃它了。但是这样看看成果也是觉得也不错啦，就是身体就是调回一个我觉得稍微好一点的状态。当然我自己在长远一点的目标，我会希望我的体重是可以控在50，然后体脂在20%。所以我这28天虽然最近刚解禁，因为最近也是生日周附近，就是会很多亲朋好友约吃大餐什么，所以这周就让我放假吧。对，我从12月开始再继续可以回到，就是不用到这28天这么严苛，可能一个礼拜可以放自己1-2天假去吃吃大餐。对，可是就是运动也不用说真的一周运动6天休1天，我觉得一周可以休个2天哦。对，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在健身房都是做比较瑜伽性质的比较轻量的动作，然后可是大家如果看到影片，就是他都会带我做比较多那种偏器材，然后比较就是真的有去练到那种比较重一点的肌肉。然后我剪在下一集好了，就是把我跟他上这4堂课，然后有好多这种健身菜鸟有的错误的迷思的观念什么分享给大家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咯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再帮我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。拜拜。